意思。那你在做后面的题目，你不要再回去看前面的东西，而且你看过一次就好，不要看那个东西。然后呢，我们作图是要你去写这个内容大约是什么，我们并没有要你去记它或背它，所以你要有就地的往下看。好，你就很勇敢的往下看都没有关系。好，那你看的时候呢，是利用我们的视野灌注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视野灌注嘛。那每个人的视野灌注可能都不一样，有的人可能一次能看六个字，有的人看八个字，那个都没有关系，不是字看得越多就是越好，它是每个人视野灌注不一样。还有，你看书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发现，你放得越近，你的视野灌注就越窄，而且不清楚；那你放远一点，视野灌注就越宽，对不对？所以看书要拿远一点。好，你的视野宽度就会比较宽，你就不会进去，好，就不要这样插着看，哈。然后我们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呢，你就是拿着摇杆，就是你的呼吸，好。然后你看哦，你看第一句话，充分阅读思绪，读一次可不可以看六个字？充分阅读思绪就六个字，你是不是一眼就可以看到这六个字？就是在告诉你。充分阅读资讯这句话，可是你如果一次只看一个字，你是不是第一个字看充，第二个字再看分，分是分还是分？哦，不懂意思。充分阅不懂，充分阅读，阅读什么？你看你这样子用笔要点六次，你要花六倍的时间。可是我其实我一句话六个字，我就知道它什么意思了。因为我们中国字一句话才有意思，一个字好像看不出它是什么意思。所以你为什么每次数学的时候，你不要看一句话，你要看一个字呢？很多小朋友都只看一个字，一个字这样看哦。结果看到第三个字哦，他就开始在想冰箱里面有什么东西，我等一下哦，看完书我要去吃。然后等到想到冰箱，那我还是要看书，再从第一个字开始看，充分。所以他第一行要看好久。那你如果第一行一次六个字看懂意思，你就会很快知道，哎，他接下来要讲什么。当我这句话看完，赶快再往下看，好、哦。所以说呢，你的眼球就跟着你的摇杆这样点点点，这样点下来看。你一次你就点这六个字，有没有？充分阅读资讯，你就把你的摇杆点在月跟土的中间，这样点一下，这六个字就看完了。然后充实自我，你就点在十跟字的中间，哎，点一下。你点两下就看完了这十个字了，你不用点十下。那你的眼球就跟着你的摇杆这样过，这样子过，一直看，你就会一直加你的速度，然后你就会专心要把它往下看。要懂我意思吗？是不是用我们这个叫做习惯性的阅读，就是自己的看书，我们要你养成看书的习惯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就不要用机器，那以后你就会习惯一次就是看一个字就习惯。那我们就是先六个字、八个字这样看，慢慢再练习那种一次看十行的，一次看叫做一目十行，对吗？好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为什么？我们看一下，一般过来。来，你先看这一页哈。如果你的摇杆是放在 A 跟 L 的中间，你可以同时看到 A 跟 L 吗？可以嘛？你的视野宽度有到这里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再翻过来，你再看隔壁这个哈 ，R N C D I L， 对不对？你把你的摇杆放在 C 跟 D 的中间，你可以同时看到 R 跟 L 吗？有的人可能没办法，那没关系，你就看 S 跟 I 这样子就好。我们就是要了解你视野宽度大概多大，就是看这几项，你可以看八个字的就一次看八个字，可以看六个字可以一次看六个字。好，那再翻过来哦，我们除了视野宽度可以一次看水，可以一次高度哦。你看，我如果跟你讲说这里一格是不是有九个字，对不对？那我如果说好，这里总共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有二十八个这样子的方块，那这些方块里面哈。这些总共二十八个方位内有几个三？那你是不是每一格看到有几个三？几个三？你一眼就可以看到几个三了？你会不会要一个一个去数里面有几个三？不用吧，你应该这样一格就看到这一格有一个三嘛，第二格这里都没有三嘛，然后第三格就两个三嘛，你应该是一下就可以看到了。你需要一个一个去点吗？不用嘛，因为我们的视野是有宽度跟高度。所以说你说可不可以一目十行可以啊，但是我是不太建议这样子啊，因为我们也
有时候你领悟思想，对理解力会比较降低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呢，后面这里哈、有个基础篇跟进阶篇有没有？第一篇的时候呢，我等一下如果跟你说几秒，你把它记下来，我们会帮你用每分钟的阅读次数。然后呢，等一下会做题目，那题目你再看看就是哪个共识你对，那就是你的理解力。好，那每分钟的阅读次数呢，如果很快的，但是你的理解力降低的话，那我们就提让你速度去加快，我们要加强你的理解力。等到你的理解力已经提升上来了，再来加快你的阅读次数。好，这样子你才知道说，有的人看得很快啊，分钟看了一两千次，可是那理解力都没有啊。那等于是没有看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好，那你就是自己做题，然后看你的进步程度是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那个玉伟，就要等一下来留。那我。你就一直念几秒几秒，你举手的时候你就念几秒。那我就是一个什么？好。那我要帮他们算秒。
几圈？嗯，进到几圈？第几圈？第几圈？然后，那你现在那个理解力的地方，我跟我们是五级。你如果你然后对自己，你就写这样五级对自己。好，那来。一周刊也是很好练习，因为一周刊都是
还有谁要换的？
一个还可以，没有，还有最后一层。再干一次我不管了。好刺激。然后看你们要什么方式做都没有关系，然后尽量每个时间下的时候去做。